大家好，我是陈锦荣，由2022年开始担任消委会主席。消委会所有的工作都是重要，不过如果只准我揀一样，我就跟大家推介《选择月刊》这本杂志。一直以来风雨不改，在每个月的月中出版，主要透过测试和市场调查，定期地为消费者提供日常以至人生不同阶段所需的消费资讯，让大家可以作出精明又安心的选择。我加入消委会前后已经有10年了，期间担任过选择月刊的发言人。当时每个月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，我都会温书补习，熟读那一期的相关报告，一路看一路已经知道背后的工作一点都不简单，全部都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，投入了不少心思心血，为大家提供贴地和入屋的消费资讯。所以我极力跟大家推介《选择月刊》。